给他们掌声欢迎。欢迎松山慈幼宫，也是我们2005年台北妈祖文化节的主办宫庙，于清乾隆18年创建，至今有265年的历史。回馈北台湾地区妈祖信仰重镇及松山街13街庄信仰中心，慈幼宫常年注重从事慈善公益事务，今年并积极促成台湾、大陆、日本及宗教及文化交流。每年3月妈祖庆典到祭，祈福及13街庄轮值过炉庆典，更是台北市重要民俗庙会。我们谢谢松山慈幼宫的莅临，谢谢你们。在座恭迎，咱们上山祖宗，天上圣庙的圣驾，也感谢咱三地方张所长的孙娘，孙娘的总干事会团队，日本的邮政单位，陪同咱天上圣庙的软驾，莅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会友的现场。咱的松山自由宫吼，我那嘛有真多吼，真多咱的平头嘛是领着咱的会场吼，来做会，来庆贺咱2018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借着咱星光大道舞台展演，拢会使让大家现场好朋友来看到咱台湾传统的文化，咱重要文化，咱吼盛世，我那嘛是希望所有好朋友年年来做会。来给咱欣赏，来做会员，来给咱加油支持啊！来主持人，今天表演台的表演台是咱上山祖宗的金台团，咱传统的佛宝金台，有名干妈台，古早时代哦的武术团练的团队，大家拢武功高强，来技术超群。在此，再次欢迎咱金台的来到咱会场进行咱的表演。嘛，恭迎咱祖宗天上圣庙的圣驾，莅临咱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咱会友的会场。咱松山慈幼宫呢，伫咧2017年时阵，嘛有回来台北妈祖的文化节啦。每一年3月妈祖庆典条件之后吼，我那嘛真多，不管是咱台湾，也是咱各地各国的，咱这里信仰嘛拢音乐来参与。
大炮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来！精彩的表演，这就欢迎咱雄山自由团队的热烈欢迎。会使讲
咱每一个金庙啊，来到咱星光大道，那我以非常特别的特色，大家来到了巨蛋田径场，都可以感受到每一间宫庙它的创新，结合它的宗教传统，将层次提升，也让大家感受到天后的保佑。360度的旋转，好，来看画者，哇，要平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只有他们专业的演出，让大家感受到热闹，感受到我们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感谢您精彩表演。哇，这一招更不得了了，双手击棒。跟金花香，来，感谢感谢哈。这么精彩的演出呢，除了是在现场可以观赏到之外，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 FB 哦，大家可以搜寻亚洲广播家族台湾庙会情报局的粉丝页上。也可以观赏到同步进行哦，可以观赏到这么样精彩的表演。期待三公哦，咱2018号咱发台湾妈祖文化节哈，咱的高雄主头跟马非常荣幸哈，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了有我们的破壁庙的路跑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的演出，像今天还有我们的星光大道、美国商店、桂香大典、阿奇新亮，咱的这里大型演唱会哈，哇，真的是非常天来了。哦，有天后天王哈，是的，莅临晚上的七点，带领 Devo 来来演唱会哈。好，欢迎上山音乐的上山音乐的八卦乐团，来锻炼着咱的众乐团，莅临咱的音乐会场，来上山路。咱即马就是进场，也就是咱的新旧团哦。咱的上山妈祖，那就是咱天后哦，进场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神将团范将军、许将军。再次感谢嵩山慈幼宫的莅临，那也恭祝呢我们的嵩山。神威显赫，法力无边，护国佑民。谢谢你们的莅临，谢谢代表主办单位慈护宫，感谢你们的莅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嵩山妈神教也抵达我们的会场呢，那大家呢可以双手合十哦，来恭我们的嵩山妈入场。是咱的行政团，也是咱的顶个钱，也表示咱好友哦，咱好事，咱的嵩山妈做进场。也请各位乡秀学生来敬拜咱的嵩山妈啊，嵩山妈祖。那也欢迎我们的千里眼将军、顺风耳将军哦。
咱的驾前是位陈天干将军，甲咱的顺风耳将军。来，咱恭迎咱的香山马一条，让大家在前掌声来迎接。我们的松山马，我们的松山石油公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松山石油公，妈祖现场来到我们的会场，谢谢你们的莅临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我们的董事长陈玉峰董事长、副总干事林明忠副总干事、妈祖文化节田口相逢桃花源等活动，谢谢你们，再次感谢你们的莅临哦！我们现场的民众呢，可以双手合十来迎接我们的松山妈，谢谢你们。咱上山妈祖新威宾客在同祖国宫，还要请到咱上山妈祖来莅临咱儿童一班，把台湾妈祖文化节来做会，来给咱妈祖文化发扬光大。发台湾妈祖文化节，那是一个文化的传承，卖使予咱所有民众看会到，咱每一个金庙特色，也甲咱每一个金庙咱的传统文化，伫咱今仔日咱的星光大道当中，大家拢看会到，大家卖使用咱准备的精神来迎接咱天庙的进场。这也是呢我们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呢的一个创举哦，从举办至今呢，第一次让我们这些天后来走我们的红地毯，那也让这25间宫庙呢，他们是不同的特色，让大家都能够观看得到。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慈幼宫哦，前面几乎都没表演，谢谢我们松山慈幼宫哈，谢谢谢谢，我是走过去而已，走过去直接录而已。阿公啊，红不见红，油不见油吼，今仔日咱相逢在荷花荷花园，实在讲非常的殷勤吼，也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啦吼。哎，植物刚好看完。来，来注意嘛，继续来尖叫，咱的中山嘛，好，咱的师兄。感谢好，咱的松山慈幼宫，现在给我们的金钟声，也请慈幼宫大家挥挥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